为时的思想有三个重点。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整个为时的思想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有志于临终的正念，你最好把今生的人事因缘慢慢的放下，因为你越攀缘外在的人事，就容易去激发过去的生死业力，这对你临终是极度的不利。你必须让生死业力沉淀下来，万缘放下。第二个，你要好好利用你的第六意识，好好的做如理的思维，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。第三个，你要修习空正见根愿力，观照力根是愿力，好好的调伏引导第七意识。第七意识你不去调伏，它临终会坏事的。掌握了这三个重点，你就掌握为时的整个纲要了。